当初大玩乞丐模拟器。烟草店，先把我这个彩票中奖的20块钱卖掉吧。哇，卖了20块，哦，再买2张刮刮乐赌一下，说不定40变80，80变100，100变200，200变400，30血栓。好，没中，那就40换30也不亏，再买一张，20换30，哎，保本，再买2张，10块。没中，把40变10块，我操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也不亏，刮了半天也不亏啊，瞎搞。